这尾鳗是纯粹吃粉状的饲料，饲料有两种，一种粉状，一种骨髓的。啊，骨髓的是真好，伊的鱼粉鱼粉哦，含量比较少，油脂比较少。啊，这吃粉奶也油脂低。这其实哈，不是干那人捞起的，还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。我常在强调这个。啊，有人在问讲是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？天的什么？天时的什么？啊，我这所在这个环境，为什么以前口无相传一个方向蛮夷王国？这由来就是这样。因为这边哈，受到东北季风吹到这边的时候，就刚好往南部就比较少，南风吹起的时候，就吹到这边浊水溪，也就南风吹得比较弱。所以讲，我这个所在气候就是受到东北季风、南风吹起，那个行段交际的这地点哈，就是最刚好，也是蛮夷最难养。如拍其以越环境恶劣的当中生存起来，品质会怎样？会更好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再来就是说地利，所谓地利，我这个地址。我这地质未伤土，嘛未伤沙，伤土的所在，泥土固状的话吼，很容易有那个藻味，还是臭土里头一个味道，还有一些消化系统比较不好。我这拄啊好刚刚好，刚刚好的，拄啊好沙，拄啊好土，安尼伊个盘生活的地点，嘛适合伊个环境，所以讲这是地理。人和就是基础，大家都会的。人和的哪个关的地要有什么关地，蛮好受伤的比较轻。适当启用它的材料也，别讲哈，别使用材料。
白烧鳗的吃法，第一口我们建议先吃它的原味，那第二口吃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有提供海盐芥末酱油，可以分别搭配白烧鳗吃，或者是依你个人喜好的口感做搭配使用。好，那我们就鳗鱼饭建议趁热先吃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五烧口味的。五烧一样，就是第一口先吃它的原味，那第二口的话要吃的时候，我们建议可以加一点这个三椒粉，也可以就是倒一些出来在盘子上面，或者是直接撒在鳗鱼上面，好搭配这个五烧鳗食用。那第一口一样，先吃它的五烧。我是跟有小农合作了，哎呀，他的米我就是包了。我嘛知影大地好看啊！套路模型啊，
对对对